小艾米，小艾米，好可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小艾米。哎，他一个人不知道说什么，一个人不知道说什么。啊，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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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里有只鸟哎，咦，是什么叫哎？咦，是什么鸟叫哎？有只喜鹊叫哎，有只鸟叫哎。现在好玩了，现在想出来也没得出来喽，出不来喽。小米不想在里面玩喽，这个真漂亮。那边一个坐椅子，坐秋千的，这一个滑梯，里面两个小凳子，这是充气的这个船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哎呀，这边是一个凳子，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小刀哪去了？啊？米格拉哪去了？又拿了个玩具了，现在不洗里面玩了，不喜欢往里面玩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现在好玩喽，这个现在好玩喽，这个现在好玩喽，好玩喽。倒了也不怕。小可爱，小可爱。呀，这个大球，这是个篮球。篮球，小篮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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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篮球，小宝贝，小篮球，他自己给胡子站起来了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OK，倒了也不怕，跌倒了也不怕，甩不痛啦。看他自己爬起来，看一下小艾米自己爬起来，小宝贝，不玩了，怎么不玩了呢？怎么不玩了？怎么不玩呢？怎么不玩呢？想出来了，不玩了，艾米。艾米，是不是想出来啊？是不是想伯伯抱你出来啊？抱是吧？来来来，我抱你出来。你叫谁？叫米格拉。米格拉。叫米，不是不是，我叫艾米叫你。
就是米格拉，快点抱我出来，米格拉，叫米格拉，叫米格拉，抱我出来呀！哎，我不能摸艾米。不能摸艾米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一会儿有这个孕妇不能摸小孩是吧？啊。小孩就不容易哭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刚刚明娜说的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咦？哎，这么漂亮，这么漂亮啊！艾米的是什么这个？玩具。玩具。城堡。嗯。小城堡。艾米很高兴。艾米的小城堡。喂。谢谢国内的叔叔阿姨、啊、大哥大姐、爷爷奶奶、艾米谢谢哎，艾米的帽子这么可爱，下面几个字是什么字？是小可爱。哎，不错啊，这三个字认识了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思维大可以认识几个字了，那一点点一点点。哎，嗯，该手机啊，该手机好，嗯。